卫兰同 JW 王浩儿十年前因为一首合唱歌《男人信什么》而结下不解之缘，事隔多年，佢哋终于再聚埋，齐齐为歌唱选秀真人 show《星梦传奇》担任导师，首次同一班参赛者会面 ，JW 同埋 Janice 都大赞佢哋表现淡定啊！佢哋好多都真系好细个，但系细个得嚟，你亦唔觉得佢系十四五岁啊？好大胆，同埋即系佢成个 stage presence， 所有嘢都系。好勁咯！Janice 係啊，我都認同啊，即係佢哋已經好似好都幾成熟咯，係啊，感覺上。但係聽佢哋講嘢都係啊，好温柔。但係佢哋上到台咧係有嗰、那個有嗰個風氣勢喺度。係咁，而家會唔會話已經有啲 favorite 喺心裏邊咧？有嘅，我諗我要同 Janice 搶噶啦。係啊，我諗我哋唔可以再朋友。係咯，因為呢一個嘅節目搞到破裂。JW 和 Janice 入行前都参加过不少歌唱比赛，所以这两位过来人都趁机向一班后辈分享自己的比赛经历，希望他们有所得着。現在我看著他們，我是真的覺得好像見到小時候的自己咯。Yeah. 所以我想更就是因為這個感覺令我更加希望我可以盡我的所能去幫他們咯。即我不可以說哇我可以教你什麼 technique 啊，啲唱歌有哪裡唱啊咁樣。即我這件事我不可以教咯，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怎樣可以教你用感情啊，或者你啲啲歌詞你要明白啊，所有事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分享咯，係或者舞台上邊有冇啲小機關啊，或者小動靜可以同佢哋分享下咧？我其實都有同佢哋分享過嘅，因為有一啲學員咧，佢哋唱歌嘅時候咧，個眼咧係會周圍睄。咁我話喂，你其實望住一個點一個 place 咧，其實係會好睇啲咯，同埋會令到你 focus 啲咯。